以木吉他伴奏演唱经典作品有没有？歌手韦礼安暌违七年重返小巨蛋开唱，细腻歌声让粉丝们听得如痴如醉。一首接着一首，整场演唱会安排了31首歌曲，韦礼安唱好唱满，甚至连嘉宾都没邀请，就是想把时间通通留给歌迷。我一直有句话很想要讲，就是我每次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他们都会讲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你们真的很会抢票。放声尖叫，现场气氛嗨翻天。这次演唱会特别以一天为主，一共分成5个时段，都是属于韦礼安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。曾经狂妄，以为有梦想就能到达对岸，现在这艘江城之船，变成绝望还是演唱会来到尾声，每首歌曲韦礼安都用心呈现，尽情享受舞台，也让粉丝们看了感动不已。华视新闻高层黄瑞玲台北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